乐，那是一首《想爱你》。大家有了单恋的那个，如果有的话啦，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可是如果你们有的话，那可能有些人也是会有失恋的经历。有时候呢，两个人虽然刚开始在一起，会很开心，会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。就算你在一起很久的时间，或许有些人他们共同要走的路，最后会变成两条路，而不是一条路。